天呢，打算是去云顶的这一个2天1夜游，然后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呢是湾游，其实湾游也是有这个巴士直接通往去云顶的，大概是10多令吉就可以买得到的。那我们现在由于时间的问题呢，我们现在是打算从湾游那边搭 MRT 去 KL Sentral， 然后搭7点多或是8点正的这个巴士上去湾游。然后现在是下午5点半，然后目前我是打算先到湾游的 shopping mall 去买一些泡面呢，买一些饮料，然后拿上去云顶吃。因为大家都知道吗，在云顶冷冷的天气吃泡面是最棒的。不过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外面下着雨，所以我不知道要怎样，我不知道要怎样走路去湾游，所以只好等雨停，然后再走路去湾游吧。待会儿见。云顶 Raymond Island， 现在我们要去坐缆车了。我们托林姐的福，叫我林姐，来到了新的3号大楼，等一下房间三号大楼，等一下请你们先走，我去看一下那个房间，我很紧张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房间，姐，林姐，快逼，当了当了当了，我们来看看敲门托阿林的福，打扰一下，22866，我先看先，拿到什么房间？快点，推不开。你 scan 了没有？快点查。嗯，还可以啦。OK 啊。可以可以。这是新的楼哎。还不错啦，只是因为我们只有两张床。哇，还有两边的 toilet 哎。谢谢林姐。OK。自拍自拍，大家知道想吃美滋锅最便宜吗？半夜12点到凌晨2点，对，有28仙呢。对，现在是12点，进去。10点半过后就有28仙，不是12点。很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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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胖。